L 杂志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萧敬腾。非常棒的设计，因为整个色彩也好啊，或者是这些线条啊，然后一些细节都非常喜欢。舒服是蛮重要的，然后再来就自己喜欢嘛，喜欢鲜艳的。有一些衣服的线条，它可以透过一些动作，然后再呈现出来这个衣服的设计跟理念。新专辑《The Song》这张专辑我非常喜欢放的这个音乐，跟我们整个团队一起打造了一张专辑，希望你会喜欢。其实有一些创作，然后创作就是有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跟想要表达的一些音乐类型啊，或情感，但是其实就是流行音乐。在这个华语音乐里面，它就是还是 pop 的音乐的。最近比较重要的就是专辑，然后电影《最美和声》跟演唱会的筹备。